主料，茄子200克，辣椒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酱油、胡椒粉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茄子、辣椒洗净切丝备用，将猪肉切片备用。起锅，油气分热后，放入肉片、葱花翻炒。肉片变色后，放入茄子翻炒，然后放入酱油、精盐、胡椒粉等调料。茄子炒熟了，放些蒜，再翻炒几下，味道就会更好。我老公不吃蒜，所以没有放蒜。烹饪技巧：炒茄子的时候要多放油，然后边炒，尽量不放水，等茄子炒熟时再放蒜，多放一些蒜，味道好。我老公不吃蒜，所以没有放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